这些是个老好人，但画起来根本就不是人。对陌生人闷，对好朋友骚，对暗恋的人又闷又骚。天神分裂狂，神多了开心果人来疯。一个人就负能量爆棚，历史级阴晴不定。前一秒暖上天堂，下一秒给你冻进冰箱。非常不主动，而且越不主动越在意。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非常能憋，而且越能憋越没安全感。既是冷场高手、话题终结者，也是热场小 DJ、 炸场笑话大王。巨蟹座是什么样，完全取决于你是他的谁。看人下菜，朋友面前最有梗，爱人面前最有魅力，陌生人面前是你 daddy。 一般人请远离巨蟹座，因为你根本降不住他。